再来，我们要开始办皈依了，但是皈依之前啊，我们要带着他们忏悔啊。咱做人靠福报，因做狗啊靠无福报。啊，想到无福报，那就因为过去做下这个狗啊因嘛，畜生道跟人无同款，畜生道就是讲过去是五气积着，不要暴死，那就发大啊。啊，行行住呢，软蛋佛经较不爱读册，那啊就倒台做畜生道。啊，过去爱生气，万分别人伤害众生落地啊。过去吝啬悭贪，不要布施，不要帮助善下人，我倒台做恶鬼道。啊，所以咱来互伊了解道理，那卖过安尼贪心。万分生气，无耻邪见，安尼才有法度脱离地界轨道畜生道。咱人嘛同款，你过去说那是你即马常常咧破病，趁无钱，啊，咱就爱皈依，变怎改变？佛法是一种互你了解改变的方式，变怎对健康啊，更加健康卖破病，变怎对善车会再变较好个，变怎？真痛苦也才变得真快乐，那叫做佛法。所以各位呢，佛法就要从家里呢，各位愿意坐下听，乃至你看经典，释迦牟尼佛所讲的经典，哦，了解道理啊。啊，你若无了解，咱过去拢是仰香对拜，啊，人拜咱嘛拜，因为咱足艰苦，老母咧破病，咱嘛来拜，一直拜，一直拜，安尼。当然有拜有保庇，但是要究竟卖破病。你来 了解道理，这个道理你去改变心态，修正行为，啊，你就改变了，命运就改变了。所以释迦牟尼佛讲这个道理真好啊，这个道理我跟你讲，但是修行你要靠自己行。释迦牟尼佛若让大家拢会使卖生气，那释迦牟尼佛哪有可能够有人在地间呢？佛陀讲，伊要将这个方法跟咱讲，啊，跟咱斗加持。啊，努力靠你自己，安尼啊！啊，你若愈有努力，啊，佛，你塔门拍愈开，佛的力量就愈大，要甲你斗相共。爱了解这个道理，但是佛无多，互你那爱想去变，卖想去，但佛会使甲你讲道理，啊，是你自己决定变。那大家拢嘛变，大家拢嘛变快乐，啊，变快乐，你就要改变心态，改变个性，改变行为，这个叫做修行啦。啊，修行是修，是代表思想的改变，行行为的改变，所以一个人一定要改变。所以啊，为了要改变，啊，今嘛要带各位忏悔，咱希望各位哦，带咱的狗啊忏悔，带咱的猫啊忏悔，就算因无来，代替因忏悔，好唔好？咱代替父母忏悔，咱今嘛少年人有机会听佛法。哎呀，咱老爸老母即马做甲要死哦，啊，为着要趁钱哦，要互咱用，啊，结果过来做，过来卖猪肉，过来抬鬼啊！哎呀，咱来替伊忏悔，希望到一天咱国家有福报，不然免阁抬鬼啊！我即马趁足侪钱啊啦！伊嘛讲我嘛无爱，迄就为了恁呢，我哪抬那两阿弥陀佛呢？啊，无法度啊！啊，但是你爱互伊了解道理。哎，即马咧破病啊，阿母啊，破病毋是找医生就好呢。破病你著爱先忏悔、消业障啊，超度。来，念一遍：超度万亲借助啊！你忏悔、万亲借助、超度啊！哎，你食药就就好，看医生就就好。你若无忏悔业障，无超度万亲借助，你找医生哦，拢去找到迄种要甲你抬迄种个啦。加油啊！要讨好你死的，伊嘛不是调羹诶。你着奇怪，为什么找着拍医生？为什么加油拢无好？因为你的业力还在。所以各位呢，你希望你的狗狗下辈子不要再做狗了，这辈子不要得癌症了，死了以后呢，能够升天啊，个托盘给你看，哎呦，你都欢喜啊！啊，你替他高兴了。所以，安尼你都无白疼他、白爱他了。就是希望他更好，更好，更好，啊！
啊，所以我们现在来带大家一起忏悔，请翻到第几页？放七十页下面。七十页，啊，你无嘛无要紧，意思要忏悔啦。忏悔什么呢？咱所做的恶业，身躯杀生、偷盗、邪淫，嘴呢骗人、骂人、讲人是非、讲无义的话，心呢贪心、爱生气、邪知邪见、无心因果，这个叫十二业啊。啊，什么会有十二业呢？佛的时阵呐，有一只狗啊，那去共偷食物件，去用脚拱断。迄阵下里佛尊者经过的所在，看一只狗啊，脚去用拱断，那小狗赶紧的赶紧要死要死啊！大声，啊，就给救回来，救回来就要摕物件给伊食，还叫伊只狗啊食袂落，因为脚去用拱断啊，啊，要死要死啊！下里佛就给功夫法揣忏悔，忏悔给讲道理给他听。过两天，那只狗啊就死了。死了后，那阵夏里佛就去问佛啦，佛陀啊，那只我捡一只狗啊，啊，现在死了，去什么所在啊？啊，现在也做狗啊。那佛陀啊，夏里佛讲啊，夏里佛啦，那只狗啊吼，过去嘛是一个出家人呢。啊，因为已经交班啦，主读真济啊，啊，我去骂迄个不要读册出家人啦，啊，爱声音咧念经真好听，啊，别人念无好听，伊就说啊，你咧念经敢那狗啊咧叫安尼啦，啊，释迦牟尼佛讲，你叫一只狗啊，过去嘛是出家人，因为安尼五百世做狗，因为你骂人狗安尼啦。啊，没人讲，啊，所以五百世无机会听佛法，这做狗啊，拢敢哦哦叫安尼啦，啊，过去用拱断卡，啊，家在啊，你揣忏悔，啊，讲佛法互伊听，伊即马就投胎做人，做人也来甲你报恩，啊，结果这代志经过七年啊，夏里夫有一边出去吐跋，甲一个好家人引导经过。结果就是大好家人，因家的独生子，一个囡仔走出来，师父，师父，师父，我要跟你出家。然后，哎呀，舍利佛，哎呀，佛陀讲的，是不是一只狗啊？他打坐一看，哎呀，真像是那个狗狗现在投胎做有钱小孩了，跪在那边，师父，师父，我要跟你出家。结果夏里佛有神通，他打坐知道以后，改叶老伯讲，哎呀，你的囡是安怎安怎？叶老伯是好人啊，真的哦。哇！你要出家，我答应，所以叫军头沙弥，安尼啦，七回就出家，出家七天，七天就证到阿罗汉，安尼。所以夏里佛因为救一只狗啊，嘛救了家己。这个军头沙弥一世人，拢做夏里佛尊者的使者，到伊死，伊拢无爱去受三坛大戒，讲我要做 BQ， 因为伊甘愿做夏里佛永远的沙弥，安尼来报恩，迄就是狗啊的个性。但是又去修改无修改无差，因为七天伊就证到阿罗汉啦。那证到阿罗汉以后，家己神通去观察，有一天都在哭。哇！过去我嘛出家人，五百世进前，因为骄傲讲人讲，因为骄傲笑人是狗啊。五百世做狗啊，佫去用拍的嫌死。刚才我的师父夏里夫教我救啊，我才有机会佫投胎做人来修行啊。啊，安尼精进才有法度证阿罗汉，所以各位呢，一足简单的故事。所以，搞我你饲迄只狗啊，过去嘛是舒服啊，啊无你今日抱伊来，啊，我过去要来皈依法师啊，够有机会啊。所以希望伊有法度脱离，啊，所以咱即马要来揣伊忏悔。但是各位要知影忏悔什么啊？咱众生包括人。内心内底就是贪欲，目睭爱看水的，啊爱食好的，爱穿水的，爱谈恋爱，这个叫做贪呐、啊。对喜欢的、喜欢的境界，想要抓着，一直想要去接触它，叫贪心。第二个呢，叫嗔心，对不喜欢的境界，我恨他，我骂他，我排斥他，叫嗔恨心。
喜欢跟不喜欢就叫做起心动念，而且呢不了解因果啊，执着就叫做骨气。你条件很好，骄傲啊，我长得很漂亮啊，我身材很好啊，就很骄傲。我很有钱啊，开一部进口跑车就很骄傲。我读书第一名啊，你哪讲你那不要他切骄傲。所以这个傲慢的就说我的条件比别人高，就会傲慢一点。再来叫嫉妒，我条件比别人差，我就后面哎没什么啦，要嫉妒别人，他不要去俄罗巴人，他只会讲别人不好啊，嫉妒别人，这个就是烦恼贪心生气的心，骨气下贱傲慢，嫉妒怀疑。因为你有这种的烦恼心，那就让你身口意去造恶业，那造恶业我们就在生死轮回里面，甚至做人有一世人没在破病的人，有三十岁开始就癌症，然后呢这样拖拖拖还没死，拖到四十岁才死，很难死的。所以同样人大家命运不同样，不是神的问题，不是风水的问题，不是八字的问题，不是你姓什么的问题，而是什么那叫自作自受，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拢是为贪嗔痴身口意造恶业，生死轮回来的。所以各位记得哦，我跟你讲啊，你回去我跟你教我讲，好好好，听啊，妈妈爱你啊，希望你早得脱离畜生道，投胎做人，妈妈要继续带你修行啊，你知道。所以，但是你要知道，不但你要怎样，啊，咱人嘛还怎样。今天不是光对狗呢，对人呢，啊，所以希望每个人不是光对人呢，求神托地公，勾魂压鬼得个多，希望他们都了解这个道理。所以各位，请翻到71页，那我们要引导了他们，带着他们，包括小米郎来，翁星北部，七水北部。历代祖先晚清这柱堕胎胎儿跟随身上各种冤亲债主动物亡灵皆来忏悔皈依三宝。各位要这样想啊，特别在公园演讲，公的比地府等他大呢，想说公共的地方啊，他都要走过我也要念一下，这样哇，那就皈依啊，那孤魂也皈，这次没门神给他动掉的，他都可以来皈依，得到功德，啊，我们要布施东西给他，今天替他们传道，都替他们做的。所以希望大家，遇到感情有艰苦，事业有艰苦，身体有艰苦，任何的障碍，首先第一个要做的不是说，什么人不对，我可以来找医生，第一个要做的是好好忏悔啊，一百分的痛，好好忏悔啊，就剩30分，足奇怪。然后佫佮伊念经做功德回向，完全做主好去啊，唔免看医生，医生来看你，佮你问要安怎解决啊？因为医生不见得懂这个道理啊。但是各位呢，释迦牟尼佛讲出这个，再念一次，因为烦恼，所以身口意造业。因为造业，所以生老病死痛苦，六道轮回痛苦。这个方法让你怎样？啊，你要怎样这个道理，你就知道怎么改变心态、改变行为，而且呢，懂得去弥补对方了。念一下，晚清这一柱，这一柱就是咱欠人债啊。啊，我今麦我就替你供花，咱都要替人做供养。我替你放心，我替你念地藏经，回应给你，很欢喜啊，欢喜啊！就像个咱台湾人拢会伫门口烧金纸、烧银纸，金纸好神，银纸好阴咩？啊，那好神欢喜，好众生离苦，阿嘛是咧害者。但是各位要记，阿摆你若破病哦，你要跟合掌哦，啊，我忏悔，忏悔完以后，
完成这组拍摄哦，你遐听，不是你在听哦，是伊在听。你即马巴肚在听，伊在听；即马你头壳在听，是伊在听。敢若讲你欠人十万块，喂，你欠我十万，你个唔系？伊在听，伊在艰苦，伊无钱啦。所以食药啊，不是食家己，你若摕药来食讲，我知影你头壳在听，所以你让我头壳感觉听。我即马食药，让你卖听，你看连食药啊嘛爱出逼。感受到伊的存在，安尼食药啊就好。啊，你即马食药啊是，我咧食药啊，我唔是互你食，我咧食药啊。结果你永远咧听，因为永远袂好。你甲我害，你阁唔害我坐，啊，你干那为着你家己自私，啊，当然你嘛袂好。很多妈妈因为堕胎，所以她现在腰在痛，妇女病偏头痛。事实上，你有三个堕胎没有超度，你就有三个地方会痛。因为他们小孩子会占据你，不会同一个地方了。既然这个占左腰，他就占右腰；腰占满了，他就占你妇女病的地方；不然就占你头顶，不然就占你肩上，还可以断了牙。虽然他没有身体，但是他的灵魂心都还存在。那你一直吃药也没用，一直按摩也没用。所以，但是你如果跟他忏悔，然后呢改敲多，那你会发觉，好了。啊，你会有感应，那你就会相信佛陀说的。所以我今嘛要来带各位来去引导猫啊、狗啊，有形的狗，但是无形的狗被杀的更多。这世间自有狗的历史以来，多少的狗被杀掉，自然死掉、病死，流浪狗没有人会超度它的。所以念下来，愿所有流浪狗、死亡者、车祸撞死者，所有猫、所有狗、所有猪、所有动物同来法会，一起忏悔，皈依三宝，离苦得乐。好，来，请各位起立。哦，你要观想哦，想哪要起立呢？我辛苦很恭敬佛陀，安尼啦。啊，这个也是个忏悔，尊敬嘛。那所以首先我们来礼请，来，南无佛陀也。好，那南无就是说我相信，我皈依，我礼拜啊，佛就来啊，很多佛陀就来。来，南无达摩也。啊，我要皈依法，佛法真理。来，南无僧伽也。啊，所有菩萨，所有出家人啊，来，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南无舍利佛尊者。因为舍利佛尊者是狗的守护，狗的菩萨，就像地藏王菩萨一样啊。顺便祈请他，他会带更多众生来啊，能给传音波定位对人来啊。舍利佛一出现，所有狗都会，狗的灵魂都会跟他来。然后我们现在请同会已经来了，还来没传忏悔，咱自己也要忏悔。所以七十页下面，现前诸众生念汝等多生业众，堕在畜生，乃至在六道轮回，至今为汝等对三宝前，咱已经请三宝啊发漏忏悔。因为咱知啊，你各位都要听道理啊，烦恼造业，所以才会受苦啊。我们要发漏功后，我不爱个贪嗔痴啊，在造业，如当自诚，所以大家很虔诚，内外如一，随我忏悔啊。七十一页啊，再念一次：当愿所有狗狗、所有猫咪、所有灵魂、所有众生，随我忏悔。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与意之所生，一切罪障皆忏悔。问序第二遍哦，各位，咱不是替家己哦，咱带领着万亲借助六道众生，咱今日袂使干那主事为家己的狗啊，所有的祖先，乃是祖先的狗啊，所有的阿嬷，所有的往生者、自杀者，
希望因拢得到一切功德，你心越慈悲，力量越大，连冤亲债主都原谅你啦。来，往昔所作诸恶业，皆由无所贪嗔痴，将心予以及所心，一切罪终该忏悔。问是第三遍，希望法师拿个甘露水，修道呢，呀呀，好不好啊？这个水一滴在你身上，狗狗猫猫身上，你的心情起来了啊，要有这个观想佛力。第三遍念完，来，观北部周身，狗狗猫猫，冤亲债主，六道众生，随我忏悔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罪障皆忏悔。问是，那我们要念七佛灭罪真言啊，七佛灭罪真言。我念的时候，来法师去撒一撒。各位，你法师也你莫想呢，我也不听啊。然后你都有点听，地里面水也蒙蒙的嘛，好啊。来，法师帮忙帮忙啊，走一走。我们念七佛灭罪，你们去撒撒。阿摩刚转个胆隆隆呢，啊，意识到就好啊，那呢。好，开始来，立破立。Cho cho di toro ni je ni ho na je pi ni ni je mo ho che di chen ni chen di san po ho di po ni go di cho cho di toro ni je ni ho na。法师，请往中间人多的地方。快一点儿，暂时去撒动物吧。现在我们要念忏悔灭罪真言，各位观想，哇，所有你的痛苦，包括狗狗猫猫众生的所有的业障都没有了，就是所有的容器身体都变干净了，干净了啊！来，哦，萨瓦巴婆夜是菩萨达哈拉瓦兹拉耶娑哈，哦，萨瓦巴婆夜是菩萨达哈拉瓦兹拉耶娑哈。哦，萨瓦巴婆夜是菩萨达哈拉瓦兹拉耶娑哈。现在要带着他们皈依啊，跟着我念哦。等一下我念诸佛子，啊，你现在高个露露，你讲的露露，哎，个纠结嘞，还不会过来捆啊。所有的狗来，诸佛子叫他的名字啊。汝等不闻三宝，不知皈依，所以轮回做狗做猫啊，轮回三有啊，做孤魂野鬼。所以我今为汝等授予三皈依法，如今谛听啊，注意听啊，安尼啊，爱好伊听着，爱好伊听着。诸佛子等他皈依以后，都变成佛的弟子啦。好，跟着我念。
我们大家一起皈依所有堕胎胎儿，所有往生牌位啊，那边有消灾牌位，往生牌位都一起皈依，身上冤亲债主，你现在都会听就懵一下，哦，心脏附着心上的众生，拍摄哦，你皈依，因为现在让你乱跳，根本让你抓起来，啊。哎呀，在我血液里面的众生，你也皈依，已经让你毁给我楼，要让你中风别溃，安尼啦，要让他都皈依啦啊！所以来跟我念，所有有情，皈佛、皈法、皈身、皈佛两足尊，皈法离欲尊，皈身众中尊。更重要来归佛不对地家，归法不对我归，归经不做狗狗，哎呀像他做人了、啊、来不堕畜生，归佛境，归法境，归身境，归佛境，归法境，归身境，皈依佛境，皈依法境，皈依身境。那等一下有发皈依证，我有写好法号。那无形的众生，愿他们的法号叫什么？来，慈愿，愿他们有慈悲，有愿力啊！他们都有法号。你的祖先也有法号了，你的堕胎胎儿也有法号了。如果你有堕胎胎儿，等一下下课可以去柜台登记，取一个真正的法号。我们会给他带着，有三个要取三个，那你经常回向给他，他就离苦了。好，大家请坐。然后现在要念几个咒语啊，希望特别对动物道能够超度了，地狱道、恶鬼道、动物道听得见的。得到超度，第一个叫听其解脱咒，跟我念来：阿比加当嘎，阿比加当嘎。各位要慈悲哦，所有的狗啊、猫啊、猪啊都在我们面前啦、啊，孤魂野鬼一听就一丢，该脱了，下辈子乃至他现在就超度了。好，来，阿比加当嘎，阿比加当嘎，阿比加当嘎。再来六道金刚咒，六道众生听到了，将来都可以超度。来，哈阿夏萨玛哈，哈阿夏萨玛哈，哈阿夏萨玛哈。再来，让他看到自己的佛性。哦，原来我也是佛啊！就像一个乞丐，他忘了喝醉酒了，原来我是国王啊！他忘了自己是国王，就恢复他的本性了。来，妈妈孤零三昧达。妈妈孤零三昧达，妈妈孤零三昧达。特别是现在念的所有的海鲜、水产、螃蟹、虾子死掉的、被杀的，都可以恢复他的佛性了啊！来，乃至当下他就升天了。嗡瓦西波罗摩尼梭哈，嗡瓦西波罗摩尼梭哈，嗡瓦西波罗摩尼梭哈。Om Mani Padme Hum， 都阿老弟哦 ，Om Mani Padme Hum， 啊，六道众生都皈依，都看到自己的佛性，都努力修行。来 ，Om Mani Padme Hum，Om Mani Padme Hum，Om Mani Padme Hum。好，然后呢，他们现在就皈依圆满了，但是最重要的。释迦牟尼佛出现在这个世间，给我们讲了一个最快速、最容易、啊、最就近的脱离轮六道轮回的方法是什么？念一下：念佛求生净土，啊，一心念阿弥陀佛，愿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当然，极乐世界分九品，不分。动物、猫、狗、鸡、蚂蚁、人，包括地狱道，已经有机会脱离地狱来到现场。
愿往生，必定往生。只要你相信阿弥陀佛，相信有极乐世界，更重要是什么？来，相信自己可以成佛，众生都可成佛，这是基本相信。啊，就像有身份证，个个可以出国啊。你办了护照，啊，众生都有佛性，外表是暂时的。我现在犯罪去用两个鬼五年，我也是人。这只是因为我暂时的行为果报爱鬼五年，但是我还是人呢，啊，没有分别啊。甚至五年也会过去啊。所以虽然他在地狱道、恶鬼道，但要相信自己可以。而且真有极乐世界，真的有阿弥陀佛，那阿弥陀佛又发愿，众生愿往生，念佛名，必定马上就莲花出现在他前面，一家遮起你，哇，他马上变成阿弥陀佛一样，往生极乐世界。那往生极乐世界要干嘛？他将来念一下，花开见佛。当极乐世界花一打开，他就看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给他说法加持，他就断烦恼，不会再生老病死了。啊，安住在无分别、不起心动念的智慧空性，所以花开见佛悟无生，然后就学菩萨道，不退菩萨为伴侣，他将来也会做观音菩萨、做地藏菩萨，将来也可以成佛，他的生命就开悟了。开悟什么？来，不自私，帮助众生，他只会这样去帮助众生了。所以希望大家一起发愿，而且带着狗狗猫猫六道众生通通发愿，愿所有堕胎胎儿、北部周身六道有情啊，天海地海众生愿往生，当下往生，神可以往生净土，鬼可以往生净土，地狱道的众生两阿弥陀佛，他马上就往生净土，只是因为他没有福报听到。但是我们现在把地狱打开，乃至把他招请过来，我们的悲心一直听得到啊，同就列北部周身完全借助拢听得到，那就会消冤解结。所以我想就近轮回，你这世人更加好业，地位更加高，更加水，但是在这世间永远的艰苦，所以无食饭嘛艰苦，早起感冒嘛艰苦，今日好明仔下，大囝好二囝，二囝好三囝，拢以后也着你破病。啊，这个世间就没有安定。念一下，诸行无常，这世间一切都在变化。记住啊，各位女人，爱情也会变化，身体也会变化，变化就是自然的现象，就像天气一样。千万不要说不改变，这个世间没有一个不改变的东西存在，这个世界一切都在变化，而且所有的存在都不是单独存在，这个世间所有的存在都是依靠外界的存在它才可以存在。请问没有水花会不会存在？不可能。没有空气花会不会存在？不可能。没有阳光花会不存在？都不可能。离开外在的因缘条件，没有单独的存在，这个叫什么？来，诸法无我。但是你那不，你如果没有正确的观念，你就觉得我是男人，我是女人，我是阿彪，我是阿兴啊，我是阿弟啊，我给你欺负。这个世间没有我这个东西存在，这个我的存在是透过肉体跟心态，叫五种元素，色受想行识，身体感受、心情、想法、分别意识组合起来的存在。所以我们这个存在也是一个暂时的变化，一个没有单独自立的存在，这些叫做空性的道理，诸法无我。尽量各位要经常思维哦，经常思维，因为如果你不思维，你就会觉得啊，我这么努力，对我老公那么好，我对我儿子那么好，他为什么对我不好？我为什么这么努力？别人八点上班，我七点就到公司，我那探不及。哎呀，那因为你会被业报影响啊，你不是你自己，你必须这一辈子必须承受你上辈子、上辈子、上辈子造的善业跟恶业啊。
而且这个业也是暂时的，你起码你也还在造善业恶业，也一直影响你。所以你有业，这个业就代表身口意造作的影响一种力量啊，这个力量就一直让你一直在生生灭灭，生一个戏，生天下地狱，就不断的轮回。但是如果你要停止六道轮回，就要怎么来一心念佛，脱离六道，往生净土，体证空性，圆满大悲，普度众生啊！所以希望各位们不要把这个世界当作是一个快乐，这个世界那是暂时存在，是无奈的，是痛苦的。所以不分年轻老，对出世就在破病在哭，跟死嘛在破病在哭，我们只是苦中作乐了啊！你个你，咱家病医叫谁？你规个帮伊病医病啊，病啊，开一个门，随时进去住院了、啊。谁都会生病的，你规个帮阿波肯个厝诶，随时住进去，拢会死啦。所以不是你逃避得了，不是你有钱都逃避得了老啊、病啊、死啊、轮回的痛苦。唯有各位像今天一样皈依三宝，有这个智慧，甚至也要你的狗狗猫猫有这个爱心，甚至也希望轮回众生有这个悲心，愿他们都皈依佛法身，找到正确的生命的方向啊，让自己脱离轮回，信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各位呢，经常在听人家说念佛念佛，一心念佛，行到位嘛，看着南无阿弥陀佛啊！这个南无就是我信用，我用生命，用一切心可以医治阿弥陀佛。那边啊，所以你要用生命去信心医治阿弥陀佛。所以让自己脱离轮回，让爱人脱离轮回，所以这才是智慧的做法。所以大家一起念来，愿生西方净土中。你要发愿哦，这个愿不是关你自己啊，所有狗啊猫啊，所有北部众生啊，我也希望各位你今天听这个道理啊，回去再研究一下。所以你要愿他们脱离这个痛苦啊。九品莲花为父母，希望我们不要再生在妈妈欲望的肚子里面了，这个对妈妈也很痛苦啊。所以我们要生在莲花里面，当然这个莲花分九品，按照你自己的功德啊，你的发心呢、啊，如果你是发愿成佛的慈悲心菩提心，那叫上品；如果你是发我要解脱生死啊，持戒，那你叫中品；如果你只是世间的善良人，经一号北部尊丢书定，你做神书，那你有下品往生。当然我们一定要上品，那每一品有三品，下三品，中三品，上三品，所以叫九品。按照你的善根功德发心，当然我希望各位发什么来，大悲心，菩提心，所以要有这样子的信心、悲心、菩提心，回向发愿。那希望大家都发起这个大心，往生极乐世界。第三句话，花开见佛，希望我们早一点莲花打开，看到阿弥陀佛，那你也看到自己的心佛了，看到自己的佛性了，这叫悟无生。刚才讲这个。没起心动念，没生气，没烦恼，没万分，没有望。为什么？不会被外境影响了，心如如不动了，如来了。就像各位，我们小时候玩那个达摩祖师不倒翁，你给他拍来拍去，他最后还是恢复，他不会倒的。各位要训练啊，一下生气，一下高兴，连没求，连没考，连没嫉妒的，我你就拍名，你给他赶落。何苦来哉啊，不要把自己的快乐随着境界改变，高了点空力就快乐，高了破别你靠我没戏啊，
那你的心就不安定了。所以当然你到极乐世界，佛来教你，你就得到这种智慧空性，不起心动念，安尼你唔叫法度诸界去度众生啊。所以不退菩萨为伴侣，什么叫不退？因愿坚定，我要帮助世界，帮助众生。你把它打成肉酱，它还是不会退转。你抬我怕我，我依然尊敬你，因为你是佛，你将来可以成佛啊。无论整个世界都骂你，你还是要度世界，你还是要帮众生，没改变。跟他做老母的人讲呢，囝，你安怎派老母讲很爱你啦？啊，你好，老母嘛爱你；你不好，老母嘛爱你；你破病，老母嘛爱你。妈妈的爱有一点接近变成这样，但是菩萨，你若去极乐世界转来，你就会不退菩萨了，啊，永远不退转的去爱众生，去追求成佛。那你到极乐世界，你就有这些同学天天跟你在一起，那你也会训练好大悲心不退转。佛教你空性，而且不是一个佛教你空性啊，你去极乐世界是每天都有一个佛，你有法度去伊个世界教你安怎成佛，跟你讲你将来安怎会成佛，叫什么名？每天都这样，所以我今天讲的比较清楚。我嘛不是甲故意讲，我甲迄个无形的拢咧讲咧，啊，让他们都知道。如果你怀孕了，我也跟你肚中的胎儿在讲；如果你有冤亲债主、堕胎胎儿，我们也在跟他说。他们一起都了解这个道理。花开见佛，所以我们一起来发愿好不好？但是要用唱的，唱的代表一种把感情变成一种慈悲愿力，大家都听到，而且同好听的声音。我希望各位从今天开始练习，来最好的声音。如何有最好的声音？念一下：不骗人，不骂人，不批评别人，不随便讲话，你才会有最好的声音去帮助别人，让别人念一下听即解脱，听到伊就超脱。所以你这个嘴巴多讲好话啊，多帮助众生，多念佛，多诵经，多持咒，你就会有那个力量。有的人吼，就搞美人，哎呀嘛，就搞就爱念佛，但是伊念佛吼就白听，听到咱拢会生气，因为爱美人。所以各位不要再谁谁念嘛，对方不好，他不好没关系，不要影响你啊。啊，你依然笑笑随缘嘛，你做不好，我把它做好，这样就好了。你愿意学你就学，卖啊，然后你的声音就不好听啊，你给我爱美人，下辈子你只会嗡嗡嗡嗡啊，所以。听了让人家不舒服，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修行，修行要改变。所以来，大家一起合掌，念一下：愿父母祖先，愿所有狗狗猫猫，所有亡魂，地狱道、恶鬼道，所有动物，所有人类痛苦众生，所有堕胎胎儿，天道、阿修罗道，所有轮回有情，同愿往生，信愿往生极乐世界，体证空性，大悲不退转，普度众生，同成佛道。请问你的狗猫可不可以成佛？那就是你爱他最好的方法啊！所以我们一起唱哦，唱大声一点哦，哦，让世界都听到，让众生都听到，来，愿生西方极父母
持生命电视台就有如在护持十方三世一切佛法僧三宝，所以期望各位把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教法运用在您的内心里面，达到无我的空性，达到慈悲利益众生，更要随时收看随时护持生命电视台，就是护持三宝。护持账号19965232 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佛道就是精力善用，自他共荣，将力量运用在最有效的地方，就跟防疫一样，出门戴口罩，口罩要戴牢，公共场所落实防疫规范，接种疫苗提升保护力，注重个人卫生，勤洗双手。这是我的防疫九宫格，你的呢？台湾人阿里。蛇众的祈求。叶师姐，您来了。是啊。叶师姐，您早。您早。这位叶师姐平常都在佛寺里担任义工，帮忙誊写牌位，也非常热心地协助师父举办法会。叶居士，辛苦你了，法会已经结束了，你也早点回家休息。好的，师父您也早点休息吧，都忙了一天了。在叶师姐回家的途中，刚好经过一家现在的蛇肉店。当叶师姐路过蛇肉店时，便突然感觉两条小腿异常酸痛。现在活蛇，欢迎来本店品尝新鲜的蛇肉啊，现宰的，很好吃的。啊，好残忍哦。你看刚宰杀的蛇，进来尝尝吧，很补的哦。不用了，谢谢。怎么回事啊？今天我的腿怎么这么酸痛呢？不会是因为缺钙了吧？叶师姐起初以为自己之所以感到小腿酸痛，可能是因为缺乏钙质及血液循环不佳所致，所以购买许多保健食品补充钙的不足，还找人做按摩来舒压，但是都没有显著的效果。奇怪，钙片吃了不少，也找人做过按摩，我这两条腿怎么还是这么难受呢？哎呀，不会是因果业障缠身才导致我的腿这样吧？我必须要去寺里请教师父，祈求菩萨加持。于是叶师姐便在寺里请求师父开示，并求菩萨加持。当天回家后，晚上便梦到许多蛇类众生。我们被人类拿来敬酒，又被人类剥皮剁成碎块，尤其被剥皮时更是痛苦难耐。希望以后人们不要以为吃蛇肉喝蛇汤可以养颜美容壮阳解毒延年益寿等功效，我们是会复仇的。啊，不要过来，不要过来啊，不要过来啊。好奇怪的梦，我怎么会做这种梦呢？不行，我明天要再去寺里请教师父。
第二天一大早，叶师姐又来到大兴善寺。师父，您说我这个梦怪不怪啊？该如何解决呢？要想化解也是有办法的，你去九华山朝山三天，喝大悲咒水，敷下脚就可以解决的。嗯，好的，谢谢师父，那我现在就去。于是叶师姐来到了九华山朝山三天，并求大悲咒水喝下，也以大悲咒水敷脚。叶师姐按照师父所说的办法做了一星期，这天晚上他又做了个奇怪的梦。咦，这是什么地方啊？请问你是谁呢？啊，这是怎么回事呢？他这是给你留个记号，要告诉你这不是梦，这是真的。第二天，叶师姐的腿果然就不再酸痛了。咦，哎呀，真的好了，我的腿一点也不觉得难受了。啊，他这是给你留个记号，要告诉你这不是梦，这是真的。这是真的吗？过了一段日子，有一天叶师姐来到夜市寻找素食馆时，不巧又遇到了一家新开的蛇肉馆。哎呀，好饿啊，找家素面馆来吃点东西。哎呀，这是怎么回事？我的腿怎么又酸疼了起来？于是叶师姐又上九华山向师父求助。当天晚上她又做了个怪梦。怎么会这样？别怕，看我的。当他抓住最后一条蛇时，那条蛇也咬了叶师姐一口，表示此梦的真实性。之后叶师姐的腿变好了。人类不该为了私欲而残害他们，蛇是会复仇的。据说蛇在将死之时，眼球会留下当时杀害他的人的影像，让他的子孙为他复仇。请不要再吃蛇肉，喝蛇汤。蛇被活活剥皮的痛苦是痛彻心扉的难受，他们也是血肉之躯，有灵性，有知觉，人类拥有的感受他们也都同样拥有，不同的只是形体与言语。希望大众以此为戒，莫再杀生害命了。护身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
佛生净土。成佛度众生，尽在生命电视台。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育。